用结束洗个澡实在是太舒服了，然后等会我要出门再化个妆，然后我现在身上都是香香的。我刚好给大家推荐一下，就是我最近在用的这款舒肤佳的山茶花的沐浴露，真的越闻越喜欢。我觉得它的味道有一点点像白玉兰的味道。然后我买的这个是啫喱款，因为我本身洗澡就喜欢搓泡泡，然后它的清洁力就是完全不用担心，像平时出去玩的时候防晒也要洗干净嘛，不然就比较容易毛孔堵塞。